只是说我们要干嘛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从来不单一指挥的。我只会说我们现在要干嘛，我们需要干嘛，我们去哪里。其他你们自己想办法。哎，心态了，怎么会？拿拿拿！找到好的频率的队友。你会被冷冻吗？不会吧？不会，我怎么舍得？我怎么舍得你难过？虽然说我这迷你都没有打头，那应该还行吧，命中率。我够资格当你队友吗？你会怕？别怕，我不玩零的。真想用雷，我这一季灵敏度还没适应好，等等下一季，但又不是怎么讲，我现在可打可不打，你知道吗？对标是什么 ？BAYB 哦，没有啦，还是你请朋友创一下，还 BATB， 哈哈，干你啊，还 BATP， 他妈锤死你都有，还是上线没？